我很在意我会吃醋，我的软弱。干嘛？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会在意，我会吃醋，我会。我知道你会杯子。现在很不好亲哎，最难的是什么？你要够的身高，你看我这边长度要够，这样听起来怪怪。太高不行，太矮不行，因为你看如果太高的话，亲到可以吸血。你要示范吗？对呀。应该轩宇比较辛苦，因为他要脚打得比较开，然后这样子，所以他是这样。刚刚没有脚打开，我今天整天是就是垂直。我一擦的时候，我脚是这样，我好像狗哎，一擦脸不能动。我就是晕了。我不知道你的感觉，我现在已经亲到就觉得已经是就是没感觉，在亲的同时全身上下都盯着那个不舒服，但是又不能把那个不舒服呈现出来，去忍耐。亲的蛮舒服的，因为你躺着啊。你那肚子叫超大声，笑死我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差一秒就要磕在你嘴巴里，所以其实躺着亲还有一个风险，快呛死！地板这么急，东西掉下来，然后看到浴巾掉下来，空空圈的，就这样。别弄了，别弄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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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分家对。嗨，你不是穿肉衣来？我等下在外面画一个，画一画，大的小的。你摸摸看，手没事吧？来，进步动一下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啊啊啊！呀，你骗我！要换一条浴巾了。哎呦，赶紧冬天衣服抓紧抓。我有个烟熏卡。所以你多少擦一下他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丑，真丑！我去。删掉，然后加一场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也队长拍完了以后，你们两个都约去泡温泉。我们已经有约，不要乱讲。我这边我要想那个啊，什么啊比较好？啊，或者是哈？啊？干嘛？不是这个，这也不对啊，很奇怪。你屁的！嗯。太香了啊！哎，你刚刚那为什么有点像员外？对啊，就很像你啊！哎哎，不，那就只能赖在你身上了。那我就往后倒了。哪一个？背我回去。你就笑了，我脖子。这样，你知道我今天跑了多久吗？可是我今天跑了那么久，就是来等这一刻，绝对不下来了。对哈，很好，没关系啊。我看你会劈腿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所以这个东西你自己心机加，没错。我直接跟导演说，我要他背我。还好啦，你也没到很胖，你就是小胖。你这讲不专业，你要小，现在体脂有点高。这里抽了，你给我跳啊！不下来了。好，我来。嗯，刷，看，背我回家。有点重。背一下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难道要背他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应该比较常散掉，他应该比较常接受我的撞击。他的腿，背部的部分，背部的部分。再来，我们出来，我等他。
是我欠他什么？感觉他很凶，我不知道做什么事情。你是还欠他500？他哪人？怕你脚酸了。对，很好。这边。没关系，继续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伸舌头。好。当时这样的话，我们洗澡一起。记得那时候洗澡的时候一起啊，我们有。哦，对。哎、欸，我拿在那个 VIP 的那个摇滚区。这是什么超展开？哇！哎呦！哎呦！我也想挑战一下戏。不是，怎么有人在这？我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全体同事们，看你啊，对啊，我看你多厉害。我现在站应该是没有在呼吸了吧？我是怎么呼吸？你以为我刚刚有在呼吸吗？我已经憋气了一整个早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想要闻刚刚在唇上面的香气。好的，哦，因为好，来，帮我带一下。我哪有？你在上面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解释你，就我讲。真的帮你白眼，好好笑。真的。现在已经忙了，可能要明天才可以玩。好吗？买什么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要。我失宠很久了。说乔安娜是一个很会猎的那种女神，猎这一个就败在这一个。王乔安娜，帅哥，王乔安娜快乐。有没有什么话要奉劝大家？千万不要相信男人。马克过节就不会记得。我来。好，甩一下。还有谁？很好笑。他要下，他要上。啊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。不要，我一直在猜。我来。你来，可以啊，爸爸。你来干什么？再笑下去，我饭都要跑出来。反正下面这种事情，我一只手就可以解决掉了，好不好？没事的。听起来好奇怪。哎，你听出来我精心的安排啦，右手没关系，下面这种事情我左手就可以解决了。别这样，脑袋撞到了。面面是我的。不要掉。保险金密拿多少？银行账号密拿多少？如何认的？我可以好吗？不要看不起我哦。还是休息好啊，没关系，店不会开的关系。不用麻烦，没有这么不会麻烦的。太多，还好吧？我可以去吗？好，那夹子先给他。麻烦你，sorry。我刚刚要把他拉到，还是让他面对。对，就是他还这样回答我说：“不好了，我怕我有狐臭。”太多太大声。我在另外一边不好闻。我有大蛋，你可以走了，拜拜。